全部做好，看黄老师。三、二、一，零，全部做好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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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要写两句，说写两句。写两句。第一句，第一句，问第一句我们写问号。第二句我们写句点、句号。对，好，全部站起来，回去写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五四三二一零，好，开始写两句。好，你第一句写什么？说。一个人在哪？你那个哪要一个树，这里有个树，那里有个树，对，树，对，很棒，100分。好，你要写什么？快，快写。来，你写什么？一个人在山上。哦，一个人在哪里？一个人在山上，可以。好，快写。来，你要写什么？小虫在哪里？小虫吃苹果。哦，小虫在哪里？小虫在吃苹果，很棒。好，可以，赶快写。来，你要写什么？一个人在山上。两个人在哪里？对，两个人在哪里？两个人在山上，可以。好，你要写什么？一个男人在哪里？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一个男人在哪里？水里。在水里，可以。好，你要写什么？你写什么？小虫在哪里？可是这个是问号呢，这样不对，你要写问号，没有，你要写问号，不可以写小虫在大马上面。好，来，你写什么？你写什么？两只马在哪里？可以。两只马不在河里。很棒，好，很棒，好，那这边有个句点，写句点。那个徐偶伯，你写什么？小羊在哪里？问号，很棒。好，来，大马在水里。你这边写小羊，你这边变大马。你这边小羊，这边要小羊，要一样。小羊，好，很棒。不知道写字，这我不知道。好，来，你问他这怎么写？在这里的这怎么写？这怎么写？这里。这里怎么写？这里，好，来写说。一个人在哪里？一个人在马上面。你这个面上面少一个横。哦，这里的这不知道哈、哦。来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在这里的这怎么写？在这里，你会写还是不会写？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对，你会写在这里的这吗？小马在这里，没有，这个是哪里？这个是哪里？你会不会写这里？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对，这个对，在这里。好了，在点。小马在这里，好，你说写什么？说。一个小马在乡。你要写在哪里？这里要写在哪里？那是一只小马，不是一个小马，一只小马。那你写什么？说。两个小马在哪里？很棒。小马在水里。很棒，你100分，你上。你写小羊，这里要写小羊，不是大马，擦掉写小羊，擦掉写小羊，很棒。
哇，你棒，好，你写什么？小虫在哪里？小虫在哪里？对，好，写小虫，来说。小虫在哪里？小虫在大马上面。对，很棒，100分。好，再来看，写什么？来，你写什么？小虫在哪里？我要去看。小虫吃苹果。你要写小虫在吃苹果，写在。你写什么？很棒，哇，你写两句哦，来说。一个人在那里，一个人在吃一个苹果。哇，很棒，一个人在吃一个苹果，你100分。可是你的果有一点点不对。来，我写果给你看，苹果的果，你看哦，果是这样子，竖横折横竖横横，那这个是竖钩撇点，是这样，它是好朋友在一起，所以你这里这样子好朋友在一起，知道吗？啊哈，苹果的果是好朋友在一起，哇，很棒。好了，你写什么？你这里写一个人，那这里写两个人，为什么？要写一个人，这里要写一个人。好，说谢谢，再见。